为什么鱼香肉丝里边没有鱼？今天郝大厨就给您做一道正宗的鱼香肉丝。俗话说得好，七分刀工三分炒，将肉丝切成10×0.3×0.3厘米的丝，口感的精妙就在于此。肉丝上浇，加入料酒5克，酱油3克，盐2克，清水10克，快速搅拌，让肉丝把水分吸收，这样吃起来肉丝才够滑嫩。加入1/3的鸡蛋清，淀粉15克，素油10克。好了，下面开始调制鱼香汁，一定是从干料开始加起，盐3克，白糖20克，胡椒粉5克，料酒10克，醋30克，酱油30克，水淀粉20克，鸡精2克，搅拌均匀。冬笋和木耳提前焯水。川菜的特点是一菜一格，百菜百味。鱼香肉丝呢，我们需要小煎小炒。要想做好一份正宗的色香味俱佳的鱼香肉丝，它的灵魂泡辣椒。肉丝炒至断生，下入泡辣椒，蒜蓉要分2次下，加入配料，烹入碗芡，轻轻搅动，加入葱花以及剩下的蒜末。当酱汁渗入到猪肉的每一寸肌理当中，关火起锅。